刘石贤大热天时户外出席活动，热到大汗搭细汗。贤哥话自己休息咗半年喺屋企凉冷气，所以辛苦啲都冇所谓。因为工作同收入受影响，贤哥开始做网上直播，为自己揾出路啊！希望所有嘅朋友都支持下我啦，睇多啲我嘅直播，买多啲我哋嘅产品，唔单止只系帮我嘅荷包可以进账少少啦，亦都希望咧，因为我哋卖嘅都系健康产品嚟嘅，希望咧可以咧帮助到所有嘅人咧可以。个个都健健康康。嚟到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古天乐同导演刘伟强早前号召业内人士捐款，向工作受影响嘅电影人发放9000元支援款项，贤哥都有收到支票。尤其是即系我哋呢行嘅行家咧，真系好多朋友咧，其实喺水深火热里边嘅。咁我即刻将呢个消息传出去嘅时候，佢哋都非常之开心啦。咁啊，成日都打埋嚟多谢我。我话唉，唔使多谢，唔系我嘅，系要多谢古天乐先生。我觉得呢样嘢吓，因为古生真系我哋今次呢个救命恩人，帮咗我哋嘅9000元。咁贤哥用咗呢9000元未啊？暂时放咗喺我屋企嘅时候，因为咧就我觉得呢9000元都系都个救命之用啦。我谂下个月都真系要用啦，因为要我嚟供楼啦，同埋要我嚟生活啦，冇办法啦。